不动明王的九日真言的好处数之不尽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将来怎么应用？怎么应用？怎么破邪？怎么绑魔？你这个是变成一个网出去、啊、你就可以网变成一个网出去，变成一个墙，金刚墙出去，变成金刚锁出去。不动明王他的这个有一只手是拿着宝剑的，这只手拿着宝剑，这一只手是拿着绳索，绳索的，他是金胎两部的教主，也就是大日如来，金刚界太上界的大日如来，他的威力无穷。所有的邪魔啊，一概可以降服。